Dark Fiction， 继续游戏。我们这边是没有技能的。哦，那边有熊熊哎，在睡觉。熊熊还在睡。哇哦哦哦！耶嘿嘿！哇靠腰嘞！不是欸，不是欸，啊我怎么跑得那么慢？那怪怪的啊，我没有技能欸，是要跟着这个导航走吗？跟着他走，然后我就到这里了嘞。我要慢慢进走，走过去嘛，不要用跑的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醒，对吧？很好，很好，我们这样几波几卡影，很好，关起来。哇塞，门关那么大，那看来这些熊熊也是蛮笨的。靠腰嘞，这熊熊。巡逻熊熊，你妈死啊！哇操你！这个熊这样子给人家睡在路中间，是属实有点过分了嘞。不会看到我了吧？干他刚看起来像，哇！哦！啊！救命啊！这走过去真的没事吗？真的，他们也蛮笨的嘛。哎呀，怎么突然就过了？那个巡逻熊呢？OK。哇塞，熊妈妈！And he's watching us. I guess I'll deal with him now then. 哦，他看到我了。Oh, what a cute boy. Why not give it a hug? It's quite lovely. 白痴，走开了！哇，我只有这个技能呢。我忍，等冷却，等招 CD 好。哇操嘞啊！哇！你才用 Speed Run 过法。Speed Run。哇靠腰嘞！没事没事，我们吃到了，我们吃到了，这就是关键，有没有 ？Speed Run 都这样的、啊，你吃到之后直接倒，他直接送你回船点。我们要走这里 ，Run 起来 ，Run 起来。OK， 差点被他吓到，后面没人哦。OK。感觉等下那个熊妈妈就会突然看到我，完啦！他走路的样子好可爱哦、喔，
他很熟女哦。嗯，阿哈人呢？那边有一个，阿哈没有追来嘞，他是不是瞧不起我？哦，那边有夹子。哎、欸，我有技能了，我有技能，我两个。好好，最贴边的 speed run 做法有没有？最短路径这边，转角直接切。我靠，要干吓到我，让他小。妈妈贝尔来了，妈妈贝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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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啊！先吃一边，完蛋，妈妈贝尔在我后面。不是，我现在好像找到重点了，重点不是那个妈妈，重点是那个贝尔。哇！靠！我觉得这个游戏最可怕的是那个脚步声，你知道吗？OK， 欧一西，我获得磁铁了。Oh my god， 好舒服。Oh yeah， 那个，我差点掉到岩浆里面。直接回起点。Mama is coming. 后里线。Mama is coming. 不是哎，不是哎。哇哦哦哦哦！他在跟我拼命犯呢，嫩呐嫩呐！我刚才以为要捡那个石头嘞，嫩呐！不是妈妈，你的头怎么那么大一个？妈妈吃我脚桃啦！我们要治好妈妈的大头症。阿布啊，来啦，稍微有点痛啊，忍耐一下。来啦，妈妈，睡死啊！干！我去，水啦，妈妈，舒服的，再一下你就倒了。舒服的，再一下你就倒了。妈妈贝尔，加外加 ，God， Are you kidding me？ 等下，好像要再来一只小熊哎、欸。God， 哈，碎啦！啊，再来嘞！没有没有没有那个，没有获得技能。好，我们多了冲刺了。哇，他把我的三个技能拿走了，是不是？拿了什么啊？
没问题。有问题耶，出事嘞，阿贝，妈妈贝尔，没有招了，妈妈贝尔，哦耶，哇塞，我的操作有量。哇操嘞，Oh my god！ 这波操作已经值得啦。太难了吧？主要是这个地图那个贝尔很难看到哎、欸，一下那个贝尔就走过来跟你一起死，快吃完了各位。妈嘞！冷静！哦吼吼吼吼！夹子！哦耶！要过了吧？水啦，过关了，各位，应该吧？应该过关了吧？零，又回来嘞！Hello， 哇塞 ，What the fuck？ 你这样子要怎么打啦？是这样子玩的吗？糖豆人玩多了，我知道这个怎么玩。等一下，你冷静。说好的，一样的模式。再打三下，不是，干嘞，靠背，想不到吧？跟讲好的不一样。右转。那等下会逆时针转吗？没有。OK， 同样的套路，然后招他的小兵。招小兵，小小兵，好，小小兵，炸他，小小兵，没问题，打三下，哦，没了没了，好，这个跟我预想中的不一样哦。Come on! Oh yeah! 我们把技能都给拿回来了，吓我！
干嘛啦？干嘛啦？干嘛啦 ？OK， 过关了吗？我操嘞！炸一个人没了。等一下，等。OK， go， 过关了。这边应该剧情了吧？没了吧？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吗？没有了啊，还有第九关。哦，天哪，这个看起来好可怕哎、欸！